嗨，女儿，这个紫金真话，情上超低嘅猫性少女，今日继续系擦伤同事长。呢条系一条格仔吊带连衣裙啦，咁佢嘅花纹咧会比较复古，亦都叫做唔过时。佢后面系有橡筋噶，同埋佢条带嘅位置咧系可以调节噶，调节长短。OK， 咁我而家去试着啦。呢条裙咧系全棉嘅质料啦，一啲弹性都冇噶，所以对身材嘅要求会比较严格。我觉得佢嘅裁剪非常之好，非常之显腰型啦。如果你身材好嘅话咧，着呢件就会非常之好睇啦。佢呢一件咧都唔会话十分之低胸啦。佢呢个位置有一条拉链。OK， 咁我今日分享就到呢度，下期见，拜拜。